这是侯爷的诗集，这锦囊也是侯爷几年前丢失的，原来都在大夫人这儿。夫人醉心我已久，竟然将这么陈旧之物贴心收藏，我没有，哎，感天动地呀！不是，我是之前呢，生活节俭惯了。 我就把别人丢掉的东西收集起来。夫人啊，因为夫人的个人爱好引起了误会，以后若是想恩爱，那你便堂堂正正的呗。嗯，还给我。檀香。 若再让我发现你污蔑大夫人，绝不饶恕。是。温姨娘，好好管管你的下人。是。都退下吧。是。你是想看看我跟我夫人多恩爱啊？说吧。别碰！为什么藏这么多我的东西？说。 还给我！我现在累了，你赶紧回去吧。哎，我为我之前所说的不当言辞向你道歉。我不应该说你选男人的眼光不行，你选男人的眼光特别棒，不要脸。 这是我多年前佩戴之物，你从何而来？我实话跟你说，我现在已经恢复记忆了。你恢复记忆了？对。